为展现五湖千水晋江旗最壮阔气势甲民族的吉他。南关新大天府特别以夜灯演艺为核心主题，在文化部全力支持之下，在今日10月21日，在南关新大天府凌霄宝殿继续办理为期两天全国特色顶头观摩表演。展开由北宜进乡顶头另类汇演，为民间顶头搭起交流平台，也为台湾夜灯扎根固本。文化部文资局主任秘书张佑创表示：“我是文化部文化资产局的主任秘书啊，我直接代表史哲部长，甲阮文资局的陈志林局长吼来遮。”要祝福咱这次的活动圆满成功吼啊！咱南昆星五湖千水是咱台湾吼、重要的王爷宗庙吼，咱分灵出去的庙宇吼有差不多20000多间吼啊，每年来遮进香的信众吼、超过1000人吼啊，重要的进香地就是伫咱王爷生的。府迄个前后啊吼，就伫咱4月、咱6月、8月、9月吼，啊，即拢有，因为咱配合着咱的王爷生吼，五湖千岁王爷生，所以信众特别多啊。咱庙方嘛对这段时间吼，除了咱宗教活动吼来参拜以外，嘛特别安排邀请各地的咱传统艺术团体，包括咱拄仔看诶布家丁，也是讲宋江丁，等等，啊，咱台湾上特色诶本传统艺术团体来遮表演，啊，大家来参加拢是一种感觉一种荣幸啦，因为咱我拄仔讲过，咱本身是非常重要诶信仰中心，是咱台湾诶王爷宗庙，所以来遮参与表演，大家拢应该有一个。荣誉感，有一个荣誉感，咱今年吼、今年除了过去咱台湾有宋江丁、百家将，啊，佫拄啊布家丁吼，等等以外，咱今年啊特庙方还特别邀请咱配合的团体吼，甲金门的团体吼来遮表演，金门有迄个布家丁吼，等等。啊，嘛希望咱透过即届的活动，吼咱台湾吼伊传统艺术的表演，吼咱即届吼各位信徒信众，吼拢有当了解，啊嘛会当提升咱国家的迄个庙，咱进香的文化，吼啊，而且祝这个活动圆满成功，嘛祝各位士大信众身体健康，大家平安，多谢。南昆新大天路代理总干事侯贤明表示：“今仔日呢是咱这个夜灯的演艺正式开播啦吼、时间呢是今仔日啊，到明仔载日加日时哦。啊，你想讲咱这个董事会，这个董事干事哦，今仔在你的中标。”这算讲一个民俗艺术，一个文化，一个真好活动，哦，啊，大家拢来咧烧，拢来咧做伙，哦，对咱庙方是啊，就是甲咱斗作天就对啦，哦，伫我行政单来讲啦，哦，啊，今仔日呢，咱有邀请到19间的夜灯，坦白讲哦，你讲碰时啊，讲要一群看19间，这个机会真真少，哦，别讲看这个镜头啦，吼、哦。你普通讲啊，什么上江镇啊、金西镇啊、牛犁啊镇，哦，这边看呢较容易。但是你若想讲内底19镇内底，我有去甲看吼，有一间叫做啥物二虎团呐，哦，这我倒真少听到，啊嘛，足少看到表呢，等于毋捌看。哦，啊今仔日呢，坦白讲，这镇头啦吼、哦，这是一个风俗，啊风俗呢，等到咱中央政府。哦，咱的中州然后咧，甲你发扬就对啦吼，啊有咧扩展，哦啊，这也变成一种文化，哦啊，这种风俗甲文化呢，大滴爱传承。哦，坦白讲，然后较早是农业社会，要看到这个夜灯呢，应该是较容易，
但是呢，只是工商社会，你要看这个月丁可能会较困难哦。尤其是讲你要看到讲剩十九斤的表演，啊，普通时啊呢，你看袂到，但是呢，看会到，今仔拢看会到，啊，看会到普通时啊会当看到的呢，嘛是咱南关心啊，咱讲真正，因为咱一年级中庙呢，伫外口呢，咱的主庙就对有26000几间分营就对，哦，啊，若是。包括咱这顶期的时阵吼，大家拢来进香，啊，尽头咧拢是咱中央咧发展，所以讲除了今仔以外，你普通时啊呢，要来看这尽头，我看是应该来咱温馨尔啦。哦，其他所在你袂当看较遮完整。哦啊，今仔日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坦白讲吼，啊，感谢咱这贵宾也好，啊，咱这的神神代表，哦，尤其是咱这的南温馨大天女，而且当干事。哦，我代理总干事，我嘛感觉讲这段时间呢，大家拢真甲我收听。哦，啊，咱这个王爷准备了，讲较真的啦吼，人要信得爱人爱护啦。啊，有这个王爷准备呢，就是有咱这神明来着，咱头前这中官在甲咱支持，在甲咱指导，较有一个王爷准备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讲伫这呢，趁这个机会，我嘛来感谢咱在座的，这所有神明代表，这贵宾。碰时啊，对咱南关心的疼爱，互咱的业务呢，咱的作业流程呢，会当真顺利哦。啊，这庙宇嘛，会当讲哦，真发展哦。啊，而且我有那祝福讲，今仔日呢，咱这个义正言义的表演会当非常的成功圆满哦。啊嘛，祝福咱家所有的这些贵宾哦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哦，啊，家庭美满幸福。哦啊，有闲呢，咱接下来咱的庙哦来参拜哦，啊嘛欢迎咱大家来小吹来奉茶哦，啊今仔日呢祝福咱大家哦啊大家平安大赚钱，感谢恁各位，谢谢。月丁演艺邀请团队以古文主身份加特色镇长的文武镇头为原则，每年略有差异。除了在彰显我国民间艺丁多元多样的特征以外，也在辅导校社团进行传承和推广，借以永续发展。演出期间，别聘请艺术总监规划节目，并搭配播放台湾秀禾文创公司所拍摄的介绍短片。现场专程经由名人主持，加专家解说，认识特色，可看老热，也可以看门道，精彩可期。以上是台北门新闻网报道。